但愿你始终不会变。Monday 极速宽频，因为极速所以快。小姐介绍翻我。诶，后生仔，后生仔啊！喂，上一次你帮我安个电视台咧，睇唔够两日咋，就蒙查查啦，点解啊？嗱，今次介绍你呢个 plan 咧，贵就贵啲，大包你睇到。咁你好唔好同我睇下我啲电啊？咧，电掣成日跳啊，一跳个台就唔准啦。啊唔准我又唔识教喎，所以咪要麻烦你咯吓。老婆，我叫阿包啫，但唔代表我全包噶嘛。你住嗰度咁旧系咁噶啦。系咁啊，我旧时不知几清楚啊，唉。先生。请问你识唔识得一个叫做梁少安的人？我哋请你翻嚟协助调查，系因为梁少安，即系你哋口中嘅少安，喺两个星期之前因为一单车祸意外去世，而喺佢身上我哋只系揾到佢同你哋几个人嘅合照，同埋呢盒带。喂，阿包，呢本咩嚟噶？咁残嘅？柯南啊，我细个买俾我噶。记住，真相只得一个。包包，小安，大妈，过嚟睇下。如果呢度咧就成埋一套股就好啦，咁我就可以喺度夹 band 啦，系咪啊？唔系。系咪啊？唔系。好型先。都话咗唔系咯。冇啦，你打鼓真系好难听。好难听啊！包包，掉佢落山！我警告你啊吓，你唔好再叫我做包包啊！哦，唔该，小安，嚟啦！包包系我识嘅人入面最有求真精神又最坚持嘅人。嗰阵佢成日同我讲，揾真相就好似玩扭计式咁，要还原事实就唔可以只睇一面。叫你啦，志华 ，go go go！ 等埋啊！乌冬，乌冬咧，乌捉佢啊！真系你咁气啊！唔好再整唔见佢啦。在资讯泛滥的年代，人很容易满足于随手可得的所谓事实。所以在我们解散了之后，我开始拍摄有关旧区重建的纪录片。很多人一来就会觉得旧区没有价值啊，好乱啊，好污糟啊咁。但其实只要你留心看，就会见到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。呢度就是呢区清拆前最后的画面。HA 最后呢几日，或者香港真的不啱玩音乐。而家呢个社会有很多嘢似乎已经有一个定案，每件事的表面都叫住我哋去放弃。但其实只要你看到扭计式的另一面，将真相一手一脚去拼凑出嚟，或者结果。会唔一样呢？到底少安系一个点样嘅人？你哋每个人口中讲嘅少安都唔同嘅。而我哋大家都觉得少安嘅计划唔系太可行。大家根本都冇听过少安嘅计划。你可唔可以唔好嘈啊？乜？原来你咁谂我噶？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幼稚啊？